呢度边度啊？长安大街啦，呢条先正宗喎、啊，北京嗰条冇通嘅啫喎。唉，秦始皇想当年见到于此嘅长安大街，呢、這个就系大雁塔广场。系啦，呢、這个大佛像，呢、這个高僧啊，唔知咩名添，呢、這个高僧啊，啊，佢背后咧就对住大雁塔啦，啊。是啦，都算宏伟一个广场。OK。